欢迎回来，感恩您点进来我的视频。喜欢吃甜品的朋友，今天我们来做健康低卡的巧克力地瓜燕麦蛋糕哦，希望大家会喜欢。我对烘焙方面缺乏天赋，所以做出来的成品希望大家多多包涵哦。这个地瓜蛋糕我做给家人吃，大家都吃不出来是地瓜蛋糕哦，而且吃多了也不会腻，还不怕长胖哦。材料有地瓜、鸡蛋、豆奶、燕麦、可可粉、巧克力。对了，我有剩下的巧克力就用来装饰蛋糕吧。地瓜去皮切薄片，地瓜送入蒸箱蒸熟。地瓜蒸好了，从蒸箱取出，倒入碗内，用叉子压成泥。打入一粒鸡蛋，倒入100毫升豆奶，加大约3汤匙燕麦，加1汤匙可可粉或巧克力粉，搅拌均匀。巧克力压碎，倒入地瓜糊拌匀，地瓜糊倒入烤盘内，轻轻震出气泡，随意用巧克力装饰一下吧。也可以按个人喜好放坚果类或葡萄干。送入烤箱烤熟，记得要根据自己的烤箱调整温度和时间哦。
巧克力开始融化了。哇，好香呢。地瓜蛋糕出炉了，用筷子测试里面是不是已经熟透，如果不沾筷子就可以了。健康美味口味地瓜燕麦蛋糕可以开吃了。蛋糕味道不甜，我和家人都很喜欢。自己做蛋糕的好处就是可以自己调整甜度，而且更健康哦。红薯又称地瓜，是一种营养丰富的食物，它富含碳水化合物、膳食纤维、维生素和矿物质。其中膳食纤维有助于增加饱腹感，减少摄入过多的热量，维生素 A 和维生素 C 有助于提高免疫力，预防感冒等季节性疾病，而钾和镁等矿物质则有助于维持心脏和肌肉的正常功能。我的频道有3000多个食谱，一定有您喜欢的食谱哦。不懂要煮什么，就翻一翻看看找灵感吧。我每日都会上传双语视频食谱分享给大家，中午是中文视频，晚上8:30为英语版本。欢迎大家关注收藏食谱，记得要关注我的频道，那么就不怕找不到我了。我的频道里还有更多美味的简易食谱，有兴趣的朋友记得也要去看看了。我每天都会分享美味食谱，不要错过了。谢谢观看，我们下一个视频不见不散了。